Hello，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咧大家翻到嚟啦，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啦，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都系一如既往啊，咁啊，请大家咧订阅啦、按赞啦、多多支持啦，帮我哋做一个推送啦。咁啊，因为讲紧咧，即系最近啦吓，咁我都要出多一次远门啦。其实呢段时间咧，我嘅即系叫做话出门次数咧，咁系会多咗好多，一系就系要铺垫好咧，譬如讲紧。下半年嘅一啲嘅计划啦，咁有好多情况，即系坦白讲一句，咁都要去安排要去做嘅，因为之前咧，讲紧系执手尾阶段，跟住我亦都病咗啦，咁有一段嘅时间咧，就系有整整一个月咧，其实系去进行呢个康复啊，呢个治疗啊，咁亦都喺节目同大家讲咗啦，当时都系每日系做一节嘅节目啦，咁去到而家咧，即系个人稍为健康好翻啲咧，咁就当然会出外啦。咁啊，亦都喺度啦，同大家讲声啦。譬如呢几日有啲听众朋友咁问我，阿朗哥火之神嗰度咧休息系咪啊？咁样，咁其实咧我就即系见到个情况啊，佢都休息多咗啊。咁于是咧我就打电话俾阿朗哥，咁阿朗哥咧即系佢好直接同我讲，佢入咗医院啦，同埋屋企人，咁啊即系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度讲声，其实我好担心嘅。咁我即时同佢讲啦。咁如果有啲咩要帮助嘅，去同我讲啦，咁又或者咁讲啦，钱捻上嘅，虽然我都冇乜钱，咁但系如果随时要嘅，我一定谂办法调翻嚟，因为其实朗哥咧同我关系系等同屋企人嘅，咁其实对我嚟讲咧，即系我自己啦，其实我系亲戚唔多嘅，咁我嘅妹妹咧亦都喺即系两年几三年前啦，咁就去咗天堂啦，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朗哥又好。台長啊，嗰啲呢一啲識咗咁耐嘅身邊嘅人咧，我都視佢哋為屋企人噶啦。咁阿朗哥的確好攰啊，咁我係感覺到嘅。咁同埋咧，個人都即係瘦咗好多啦。咁啊上次即係嚇見到面攬住佢，咁三年冇見過面啦，咁都感覺到啊係。即係個身體唔舒服，皮黃骨瘦，咁有時咧佢好粗魯啊，咁所以其實我都好擔心佢嘅。咁啊亦都好多謝啦，咁多位聽眾去支持火之神啦。其實呢間餐廳係即係等同我屋企嘅餐廳嚟嘅，好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呢段時間咧，咁阿朗哥就算休息嘅，咁可能有啲聽眾朋友就算係摸咗門釘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跟住可以譬如再講翻去再幫襯啦。咁或者可以去之前打個電話落鋪頭，咁可以睇下朗哥啊。咁或者其他嘅工作人员啦，可以譬如同大家讲啦，如果打落去冇人听嘅，咁就即係可能佢係休息緊啦。咁我即係喺度，其实我係好即係好想阿朗哥啦，或者入面工作人员都係啦，咁可以继续坚守落去啦。咁尤其是朗哥即係我希望佢唔舒服要去睇医生，咁就算开唔到铺嘅必要时有啲乜嘢大家家人大家去顶住囉。咁好，再一次多謝咁多聽眾啊！咁另外咧，即係亦都阿朗哥啦，其實佢唔舒服嘅期間，早兩日啊，佢咪休息咧？唔係咁，其實佢都有去幫我哋其中一啲嘅資深聽眾，因為佢哋都遇到啲問題。咁其實咧，好多時咧，而家我見到好多聽眾咧，都有講及嗰個生活上嘅困難，有去同我哋啦，去講出佢嘅苦況。其實我必須同大家講，無論咩情況都好，大家要頂住，一定要頂住。其实咧，好多时嘅惨况唔止你面对紧嘅，譬如火之神啦，一间餐厅，正当嚟计唔应该系咁嘅生意额嘅，咁结果好刻苦经营啦，咁有时受到一啲嘅委屈，咁冇喺集合照顾肾啫，即系譬如原材料，你翻货俾人升个价钱啊，又或者有啲情况啊，其实我哋系尽努力咧，唔好话系。去做啲乜嘢嘢啦，最簡單令到我哋自己生活好啲咯。即係例如你旺角亦都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士，佢嚟到火之神，佢肚餓，咁朗哥又好，入面嘅工作人員都好，唔講嘢噶啦，即係煮個飯俾你，你拎走佢啦，你就食啦咁樣。其實咧，有時咧，呢一種互相幫忙嘅精神咧，係香港澳門人咧兩個地方嘅人咧好獨特去有嘅。亦都係一種，即係我咁講啦，係值得香港同澳門引以為傲嘅一個民間嘅精神咯。咁我好，即係我好明白而家嘅狀況嘅。其實如果你話經濟好，揾食係容易嘅，咁民進都唔會即係話呢排好翻少少，
叫做話行路正常，咁、那個人當然係仲未回復得係好好啦，但係都要急急腳咧去好多嘅地方啊，去鋪排好多嘢啊，唔止阿文俊嘅，譬如阿文俊見到佢嘅長輩啊，佢啲嚇，譬如講緊契爺咁樣，咁啊日夜好努力去做嘢，都係話俾大家知，而家呢個情況咧的而且確環境係唔好嘅。好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咧，咁啊想同大家講講啦。咁有單嘢咧，其實就今日發生嘅。咁其實我而家錄節目咧，因為嗰、那個即係個網路唔好啊，所以大家發現咧，我一係就好早會係出 post 啦，同大家溝通啦。之後隔咗一段長時間，去到夜晚先至會再有 post 喎。點解咧？因為中間咧喺旅途嘅過程咧，其實係我冇網啊，我冇網路，因為其實我目前係未開一張國內嘅電話卡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我仲係要靠啲，譬如講緊特區啊、香港、澳門營運商咧，佢哋去到好多地方冇咗網路啊，咁大家就即係唔好見怪，亦都呢段時間咧有啲聽眾留言俾我咧，佢發覺可能朝頭早留言，跟住啊我夜晚或者第二日先覆你咧，咁就即係講一聲唔好意思先，咁但係我都會盡力睇曬大家嘅留言嘅，包括有啲聽眾仍然係咧好努力去揾料俾我哋啦，包括我哋國內嘅聽眾啦，咁有啲料咧我係而家砌緊，砌完咧我或者會同阿 T 小姐啦，同其他嘉賓咧，可能我好朋友金家人啊。大家咧可能會再講一下啲國內嘅，即係大家交換嘅料嘅話題啦。咁今日咧其實有單嘢就係咧呢、這個咧嚇講緊港澳辦啊，咁就係升格位咧嚇呢、這個中央直屬啊。咁啊而家咧嗱，其實咧港澳辦咦變咗阿爺體喎，咁變咗成件事咧去到咦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就係叫做話一個嘅機構，而係咧阿爺直接去管理咧。其實呢樣嘢就唔止港澳辦嘅，其實就早有前科係乜嘢咧？譬如講緊大家記得啦，我成日提及到嘅呢一個咧，即係喺國內嚇銀監啊，即係譬如話銀行嗰種制度改革。譬如以前咧講緊銀監去批出，即係叫做話未有而家咁樣直接去睇嘅時候咧，以前如果銀行做一啲借貸啊、抵押啊，或者做一啲嘅貸款啊，當時嘅一啲機制之下流動啊，令到好多即係叫做話放大嘅 case 啦。咩叫放大咧？即係譬如話嗰件嘢係值5000萬嘅，攞嚟借咗幾億。咁變咗咧，好多人係利用呢一啲嘅漏洞同埋咧監察咧，係的而且確咧喺呢個即係經濟最泡沫化嘅時候，係做咗更加多嘅泡沫，甚至乎大家即係都聽過好多啦，譬如講緊啲澳門嘅賭廳啊，一啲國內啊嘅一啲嘅民企私企，或者係有啲人，譬如嗰陣時係套咗錢出嚟，跟住走咗之後啲數咧，其實啊變咗係一啲，即係叫死咗嘅數啊！我哋咧做生意咧，呢啲數咧，其實就係啲壞帳咧，係填唔到個氹咧。咁去到最尾嘅，其實就係將啲即係叫做話壞數就不停累積落去。咁當然啦，上市公司嘅你係有其他嘅方法，可能轉嫁咗落其他股東啊，或者其他人身上啦。咁但係喺尤其是國家級嘅銀行，其實呢啲壞數就造成而家其中一個經濟下滑，或者甚至乎坊間有啲人形容為經濟崩潰嘅原因。咁所以咧，其實你睇到咧，呢個最偉大的人咧，佢上台之後咧，佢慢慢就係將所有嘅權力咧收翻埋呢個自己手上。咁根據即係早排啦，我哋講過兩會嘅情況啦。咁其實而家咧，佢就係要做一樣嘢，除咗話收翻呢一啲嘅民企私企之外咧，佢要整頓咧香港、澳門呢兩個特區，好明顯呢個方向咧，而家定調咗啦。香港、澳門都係撥入去呢個大灣區嗰度。咁而撥入大灣區咧，其實呢件事咧嘅背後，佢就係要話俾你知，你入邊咧嗰一堆嘅就算係好有名望，甚至乎你係喺好耐嘅時間啊，都係政府，即係或者以前領導人一啲好重視嘅階層嘅人咧，咁你哋都係屬於當地人。你哋都係入翻一個當地嘅叫做話政治相關啊、顧問團啊點樣嘅體系，而將一啲咧本身係阿爺住喺當地嘅部門，就將佢變成為一個咧係直接係阿爺去同佢哋了解啦、執行決策啦，就同以前唔同咗。以前點解咧？以前呢啲部門咧睇到啊，佢哋會揾一啲當地有名望嘅人啦，一啲地方權貴啦，咁結果咧
去组成入面嘅人咧，其实就算系阿爷派落嚟嘅，咁佢亦都落嚟，佢会听咗啊，你呢嘅声音，嗰啲嘅声音，会受你当地嗰一个本身既有好耐嘅文化嘅人，同埋嗰个级别、嗰个界别、嗰个嘅圈子去影响，所以佢觉得咧，基本上咧，就算系以往可能系真系透过佢自己嘅体系落嚟嘅人咧。落嚟嘅，譬如头一年、两年都系好地地，但系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会系受你当地嘅影响咧，慢慢就可能系做唔到佢想要嘅效果。咁你见到咧，其实而家咧成件事咧系逐步逐步去收紧嘅。咁嗱，呢个世界凡事有两面嘅。譬如咧，我哋做呢啲嘅讲时事评论啦，或者新闻嘅节目啦，其实我哋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立场嘅。有時大家睇到啦，好似第一次當我請我嘅恩師阿慕容老師上嚟嘅時候，好多人咧都會有異議啊，即係會覺得啊係啊點解阿文俊或者阿台長當時會同一啲可能好出名嘅建制派嘅人士去傾偈啊，或者係曾幾何時你覺得佢觀點同你係唔同？但係大家其實去到尾咧，思考上咧，我哋係對事而唔係對樣嘢咧。都是自己嘅直覺觀咁行先，呢樣嘢我不停喺節目裏面提嘅，因為其實呢個思維模式咧，呢個邏輯嘅方式咧，就係阿台長同埋我身邊一眾嘅即係叫做長輩啦，佢哋由細到大去不停去訓練我一個思維模式嚟嘅，就係嗰件事，就算嗰樣嘢，譬如面對一種食物你唔中意嘅，但係當你要去真係去了解去宏觀去睇呢個食物嘅時候咧，你唔好將你自己嗰個私人嘅愛好擺落去先。先睇件事，咁今次咧，其實呢一個咧講緊啦，即係港澳辦啦，升格做呢個咧中央港澳辦公室咧呢樣嘢咧，其實即係我係早喺即係我相信啦，早喺大約兩個星期之前咧，咁我係啲飯局上面咧都係即係聽一啲嘅，譬如我啲契爺啊，佢身邊一啲嘅叫做話係接近呢個消息。接近中央嗰啲人咧，係透露過，就係話咧，即係呢個兩會之後咧，就會開始著重係整理嗰個咧兩個特區嗰個定性嘅。嗰個定性嘅意思咧，其實有個字咧，咁係坦白講，阿蕭山用得唔錯，係二次嘅回歸。因為其實嗱，香港係1997年回歸啦，大家好清楚啦。咁其實呢個回歸咧，喺表面上咧係地方攞咗翻嚟，入面嘅人與事。都是歸阿爺管，但是他覺得呢，事實上，先莫論先，我們今天不講那些什麼他們定性的黃絲黑布啊，那些的反抗思緒，先不想那樣東西，就算他擺回在香港這個特區裡面呢，去跟他做事的人，他都覺得呢，耐了呢，是會慢慢跟當地本地那班的人呢，和那些權貴，是共，即是叫做融合了。咁所以咧，佢做嘢就唔得咧，係夠呢個客觀啊！呢樣嘢咧，阿爺咧心裏有數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始終都未係一個正當時機。咁第二樣嘢啊，咁大家都會知道啊，會有唔同嘅機構啊嘛。即係譬如除咗港澳辦啊，跟住仲有咩中聯辦咯，係咪？大家即係最常聽咯，仲有咩國安咯？咁國安啊、中聯辦啊呢啲嘅機構咧，其實點解即係簡單啲講？你對一個地方一個特區，其實不是找一個人去跟個特首當地的阿一去大家傾，大家磋商得點解要咁樣拆開幾個呢？嗱，其實呢個係一個管理嘅哲學嚟㗎，大家好清楚。其實咧，唔止係即係講緊阿爺啊，你睇到其他國家咧，就算啊其他嘅國家，美國啊邊度都好咧，都會有呢、這個就係、是、互相監察、互相牽制啊。好聽啲嚟講咧。叫互相協助啦，互相幫忙啦。但係你發覺佢哋咧有啲功能上咧，其實重疊咗嘅喎。即係好簡單，例如喺外國有啲紀律部隊，佢負責查嘢嘅。啊，點解又要有另一個部門嘅紀律部隊，都係負責調查，都係點樣咧？就算可能同一件案件，都係唔同嘅部門咧，會係即係叫做大家都處理到，或者係點樣嘅？可能大家聽到一個字啦，好出名嘅聯合行動啦。係咪由細睇到大？你見到報紙啊，無論外國啊，自己地方都有聯合行動呢個字嘛。其實咧，聯合行動嘅背後咧，係一個管理上嘅哲學，就係咧互相牽制。因為佢覺得咧，譬如人同人之間咧，有時坦白講，
你話一個人一個部門永遠信得過嘅，就算嗰個部門嗰個人啊係你嘅親戚啊、你嘅親屬、你自己人啊，你都唔係永遠信得過噶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其實就絕對唔係話啊，係咪嗰個香港啊或者邊度啊入面啊越嚟越差咧？嗱，我覺得唔係嘅，就算公司都係嘅，從來唔會俾一個部門獨大嘅。一個部門獨大之後咧，你會發覺最尾出嚟嘅結果咧，即係都唔係好啊。例如你不會被財務部獨大嘛，咁所以永遠會喺公司之間，私人嘅公司都會有鬥爭嘅。例如財務部永遠都係同呢個行動組啊做 operation 嘅，跟住會有拗撬啦，會同 marketing 嘅有拗撬啦 ，marketing 嘅做 sales 嘅做銷售嘅，佢又會同 operation 有拗撬喎，又會同財務有拗撬，甚至乎好似世仇咁嘅喎，係咪啊？喂，我要錢打仗，你唔俾錢我，咁我點樣去做更加好業績翻嚟啊？好多時咧，呢啲係一環扣一環嘅。咁大家咧獨立翻件事嚟睇啊，咁你就要睇，當然有好有壞。嗱，壞處咧，我諗唔使我多講。我相信嚟，因為我今日錄呢個節目咧係好早嘅時間，就係我出門之前啊。因為我喺呢個酒店度咧，都係可以啊有個好少少嘅上網環境啦。我相信咧，其實壞處大家唔使講噶啦。嗰一個香港嘅形象咧。其實越嚟越差嘅，由回歸去到而家咧，係未有上升過嘅，的而且確嘅。即係你講到無論係從一般講嗰個層面上，以至你見到金融流通啊，所有嘢嘅情況之上，金融方面唔使講啦。其實而家過咗最好嗰個泡沫時代，過咗嚇嗰個黃金時代咧，而家就係叫做執緊手尾，同埋係執緊爛攤子。咁當然。嗰、那個疫情咧，其實係令到件事係更加壞嘅，件事係更加差嘅。咁疫情方面咧，去對而家金融啦、香港嗰個國際形象打擊咧，係即係我諗跌到無與倫比嘅啦。咁而咧另一方面啦，佢嗰個加強控制咧，其實阿爺自己心裏有數嘅，因為好多情況不停會有人同佢講：，喂，香港啊，好多黃絲黑布啊！香港啊，係好危險噶。香港噶係點樣點樣？喂，你發覺成日都係啊？點解會成日都要講呢啲嘢咧？因為佢好簡單啫，佢唔講，你唔會覺得佢做到嘢啊嘛。跟住你咪永遠都要自己製造一個敵人出嚟咯。咁但係你製造得耐咧，製造得多，而且你製造出嚟咧唔係高質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啊，有啲嘅議員啊，係咪啊？喂，同一啲人啊，同啲白衣人行得好埋啊，稱兄道弟嘅。咁結果點啊？有啲嘢真係太過核突嘅，其實阿爺心裏有數噶。喂，你唔好以為最壞的人佢唔知喎，係咪？二百斤一定知道所有事喎。咁另外啦，第二個情況啦，而家改朝換代啊嘛。你睇翻嗱，配合翻人大，即係叫做兩會。你而家國務院其實係嚴格上嚟講，國務院咧就係正式啊，係沒落咗噶啦。即係我哋都講咗啦，當而家個情況，阿李強取代咗李克強。呢、這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所有嘢都中央集權化，就好似以前咧趙漢人情況杯酒釋兵權，大家聽過啦。其實而家咧嗰杯酒咧就賜曬俾好多人，甚至乎咧，其實你會見到啊二百斤嘅套路係點樣咧？最偉大的人嘅套路就是我逐樣逐樣收歸翻，拎翻埋自己嘅手度。譬如嗰啲紅二代傳統嘅權貴家族。傳統嘅所謂係功臣之後，跟住去到第二啦，收編商界，收編嗰一啲咧同外國係有密切關聯嘅企業，收歸嗰一啲咧，以往你喺商界同政界兩邊都吃得開，甚至乎以往最偉大的人都要對你有所忌憚，要尊敬你，買你三分怕嘅，跟住我要收歸曬，跟住第三。我要收歸民間力量、民間勢力，所有你一般嗰啲牛頭角飲茶，可能你喺觀塘飲緊茶、旺角飲緊茶、深水埗飲緊茶嗰啲嘅師奶阿叔，我都要收編。所以嗱，你喺見到佢成個情況，對於特區嚟計，澳門咧其實係好舒服、好易做，同埋澳門咧其實個方式咧，你又要公平啲講句，唔止係回歸後回歸前的澳門人都是這樣的，以前其實我相信澳葡政府其實最難面對的是什麼？就是裡面的黑社會打架，那些人一直不難控制的，澳門就是這樣的，社團文化，
啲廟會啊，啲叫做啊社團，即係唔係我哋心目中嗰種啊黑社會字頭啊，而係好多社團文化，其實就係牢牢籠固住所有成個城市、成個澳門嘅人嘅關係網啊。咁跟住呢啲社團上面有一啲公認嘅叫做地方領導人，有啲名人，有啲太平紳士。咁有啲咩事，呢班人去處理咗、拆掂咗佢，所以澳門其實咧嗰個民智咧，或者嗰個民水啊，喺回歸前、回歸後咧，其實冇乜點變嘅。所以咧，一個咁嘅地方咧係最易管理嘅。但香港唔同，香港咧其實佢本質上以往英國係推一個咧係精英化啦，同埋推一個咧用英國外國嗰一種咧嘅制度嚟到去俾一啲社會上嘅人咧。可以係上位，亦都有啲更替，但係同時亦都保持一種傳統嘅壟斷性，同埋嗰一種咧，保持住咧嗰一種即係叫做企業同埋政府之間互相牽引嗰個微妙平衡啦。但係呢樣嘢其實嗱，佢成日強調，喂，中國特色嘅一套方針，點解要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咧，就係佢要捨棄曬啲舊有嘢。所以你回歸之後咧。你對外國同埋所有成個國際社會，包括你對由細到大都喺香港啊，係傳統以前受外國思想長大嘅一堆舊嘅香港人，或者你係明白舊香港係點嘅人，例如啊，你喺澳門，你喺廣東，你同香港你睇住佢幾十年，你睇到佢慢慢轉變嗰班人咧，你接受唔到啊！即係譬如好簡單，好似我咁樣，或者 T 小姐咁樣。我哋都系细细个睇香港嘅电视，我哋都系细个去睇香港嘅明星，睇香港嘅节目，睇香港嘅潮流文化，睇香港嘅所有嘢，甚至乎以往譬如澳门有好多嘢都系参照香港噶嘛，香港行咗先嘅，澳门就跟住行噶啦。咁所以咧，你对啲我哋呢一啲旧一代嘅人咧，你会咧不知不觉，你唔了解咧，你就会产生咗呢一个。即叫做話討厭感、反抗感啊！其實嗱，你對喺而家今次呢件事，凡事有壞，亦都有好。好嗰方面咧，我覺得係咧，即係阿二百根佢覺得而家係時候，佢有好多嘢咧，就你嗰班人，如果你係有自己私心、立心不良嘅，咁基本上咧，你比較難呃佢嘅你而家，因為佢已經着火就係。我直接要睇自己睇埋啊嘛，以往其实佢都睇，但系问题咧，佢就冇系咁直接做到出面啊。佢一做出面咧，其实有一班，譬如话喂嗰啲假嘅爱国者啊，我系攞着数嘅，我系借住咩名义咧，去到最尾系揾着数啊，攞钱嘅。咁呢班人咧，其实而家就话俾你知，你嘅时代咧系终结咗噶啦。跟住而家就系你爱国得嚟咧，你系要更加系，即系就算你当做个样到啦。你都要做得更加均真啊，就唔可以低質低級數外國。而家咧好清楚一件事咧，嗱，其實佢一直係處於佢成日睇嘅鬥爭啊嘛。佢每一件事其實背後都係牽涉鬥爭嘅。你而家睇到咧，即係嗰一種啊，譬如最近啦，近幾日啦，有單案，我哋有好多聽眾都有問啦。喂，你香港有啲即係叫做話議員啦，甚至乎涉及一啲黑勢力嘅背景啊，跟住我連喺嗰啲桑拿。同人讲嘢啊，点样啊，都有卧底嘅探员喎、警员喎，跟住去到庭上面啊，去督灰啊，去督你出嚟啊，去点样啊，去讲一啲嘢。喂，喺以往啲情况，点会有可能将呢啲人摆上台啊？所以成件事咧，其实系见到噶啦，佢一个翻天覆地嘅转变咧，其实啊，而家嘅情况咧，不变万变。呢两样嘢嚟计，而家一定系处于一个万变嘅情况，唔会再有以前嗰种固定既有嘅思维，同埋嗰种既有固定嘅地位嘅。可能啪一声，你会见到一个无名无姓嘅人出嚟，系做一个嘅好，即系一个职位啊，一啲嘅代表，代表啲势力啊。又可能你会见到咧，有啲传统上好有名望、好有势力嘅人同埋团体，俾人打翻落嚟。而家嘅情况系好唔稳定嘅，其实咧就呢个情况咧，我即系企翻二百斤嘅立场咧，佢要翻天覆地，佢要反转你成个宇宙，佢而家就话要完成埋佢呢一个反转，佢其实佢背后咧，佢都清楚啊，你要啲人无权无势咩？冇可能，但系你只可以系喺你嘅局限之下，令到嗰啲人。
部分人，極少部分人有權有勢，大部分主體上的都要是打到大家是均一的，或者沒有人有特權的。咁第二件事，正如啲錢嘅操控，以往佢會覺得，喂，大家就係發大財啊嘛，悶聲發大財啊嘛，結果就有好多人咧同時間咁啊做咗好多事啊，去整肥自己啊，例如琴日講嗰個郭文貴啦，係咪？咁佢而家就係、是、啊，唔係唔肥，但係一定係佢指定嘅人。其實呢樣嘢冇分對錯㗎，係咪？即係比著大家，如果喂你係當權者，你上到啲位，即係例如我啊，可能我都會係有啲乜嘢。我益咗啊，朗哥啦，益到台長啦，益曬自己身邊最親嘅人先啦，跟住其次對外嘅，同我冇交情嘅，喂，咁我咪嚇即係鐵面無私咯。咁其實呢樣嘢好正常啊，即係我哋即係就算話中國好點樣都好，華夏五千年隨時都有噶啦。以前嘅黨爭啊，所有你細個讀過嘅中國歷史啊、西方歷史啊，嗰種啊叫做唔同國家嘅肅清啊，肅清啲啊有勢力嘅人啊，皇親國戚啊，經常都有。其實咧，大家人類歷史咧幾時有發生？所以其實咧，大家而家去睇咧，第一即係我同大家講，如果你見好多嘅事，去到最尾，你用一個獨立啲嘅思考模式分析咗先，跟住其次啊，你要去即係攞最好效果嘅。例如而家其實咧。你見到咁嘅情況，你對嗰啲所謂你口中嘅黃絲黑布嗰啲嘅思想有問題嘅所謂叛逆分子，其實而家你唔做大和解，仲等幾時做大和解啊？你一定係要放一馬，放嗰啲人走啊！因為最簡單啲講，嗰啲人如果你咁樣不停去煮佢，或者啊你同佢講冇事，翻到嚟突然拉佢嘅，突然俾啲嚇醒啲好嘢過佢啦，醒你坐下監啊咁樣咧。咁你繼續增添呢個仇恨咧，就會牽引到更加多人走，更加多嘅錢同資金係正規合理嘅資金係流出。跟住你係呢樣嘢係我同你講啊，阿爺絕對係唔想見到啊！你結果你不停為咗你自己個人嘅利益榮辱，走去打壓呢一班舊友已經衰咗啊！喺阿爺心目中已經衰咗，被標籤為一啲嚇反叛啦、啊、或者一啲罪人啦、啊，可以咁讲啦。你继续打下佢哋啊，得出嚟嘅嘢，第一你迟早打下晒嘅，仲有几多？其实而家仲有几多人可以俾你进行呢个打压啦？系咪？你仲打得几多？咁你第二你打下晒之后，咁你冇嘢做噶啦、啊？咁唔通你自己内斗啊？咁可能而家内斗紧啦，即系你见到吓、啊、捉嗰啲黑社会啊，有背景人出嚟公审啦、啊，即系以往。即係坦白講一句，嗰啲啊，什麼喺桑拿度，大家吹水傾兩句嘅，無名無姓嘅，係嘛？或者係啊，有啲嘢講出嚟，哇！而家俾人全部入曬法庭做呈堂證供，其實你以即係出嚟，即係出嚟蒲你雞，喂，大佬，呢件事都係個笑話嚟嘅，係咪？即係唔通我而家同你講個電話入面講咗兩句嘢，喂，咁你攞埋出嚟咯喎？嗱，我聽到啊，嗱、啊、呢、這個人咧立心不良啊，佢電話同我講過喎。喂，即係正常一個正常合理嘅社會科學上面都唔會去到咁嘅地步啦。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就話俾你知啦。一班人可能佢覺得自己有特權嘅，咁而家咧，尤其是兩會之後咧，佢連地方嘅勢力、下至地方勢力、上至上面嘅勢力咧，佢都要嚟一個翻天覆地嘅轉變。你過往做一啲嚇、啊，即係你覺得特權嘅事，例如我老豆係邊個邊個，我阿爺係邊個邊個高官。所以咧，我係好似你睇電影就啦嚇，衝鋒車失蹤咁樣，喂！突然之間係個富二代啊，我阿爺法官，跟住咧出嚟咧揸架跑車撞到人啊，炒車啊，乜嘢都好。以往嗰種達朵文化，而家咧佢唔係唔俾你達朵，但係件事就係你達朵嘅原因，你要睇翻後面嘅事，你係幫國家做事定唔係？哦，原來幫你自己做事嘅。你達到之後咧，倒翻轉主你兩重。哦，你話你幫國家做事嘅，佢就睇啦。如果你真係啊，所謂佢口中嗰種為國家大義民族大義嘅，咁啊得冇問題。你達到啦，你做過分你都仲得。嗱，其實大家要摸清楚佢個套路啊，即係你要了解清楚咧。好多時咧，啲聽眾問我啊，你做咗賭場咁多年啦，有冇啲咩賭嘅心得啊？點樣點樣？喂，坦白講一句啊，如果我真係所謂有博彩嘅心得。大佬，我唔使喺度做節目，我唔使咁辛苦，係咪啊？即係我康復之後，
我不如休息半年一年啦，系嘛？我使咩转头坐长途车啊？跟住啊，一路仲要坐长途车，我仲要抽时间去睇物理治疗、啊，睇中医、啊，跟住仲要出去铺路、啊，讲紧下半年，我点解要做呢嘢啊？咁所以如果我系做赌场做咗咁耐，我有一个赌博必胜法啦、啊，系咪？好似阿方展博大时代话斋，喂，有个股票必胜法嘅话，我发达啦、啊，系咪啊？咁我都系要挨女仔。要挨世界嘅时候，你要问我咩赌博必胜法有露足冇噶？正如你而家咧，你面对阿爷，喂，其实同你赌钱一样嘅咋？喂，佢有咪有露俾你足咧？你只可以睇到大嘅方向咯。咁你可以用一啲技术性去计佢手头上仲有几多张牌嘅。但系你讲到系咪有条必胜嘅路咧？我谂你问咗啲好出名嘅智者咧，佢都冇嘅，其实唔会有嘅。或者有啲吓唔经大脑嘅同你讲，哦，得噶啦。必胜路仔，你随时都拥护佢，随时爱佢，系呢、这个都系必胜之路。但系问题，必胜之路你一系咧，你又真系唔讲钱喎，纯中意纯拥护，你唔好谂个人利益。如果你要平衡，你又要攞到个人同埋自己嘅势力嘅利益，你又要咧唔好得罪佢，你又要咧喺入面咧要平衡到啊，嗰、那个咧佢对呢个地方嘅思想咧，咁你就唔可以用既有嘅套路去谂而家呢个时代嘅嘢。其实呢件事咧。我同大家讲啊，有啲听众问我，喂，系咪真系啊？新时代思想嘅核心系乜嘢啊？系咪佢写嗰本嘢？嗰本嘢我都有啊，我契爷送咗俾我啊，繁体字版添噶。但系问题嗰本嘢我有睇过啊，嗰本嘢讲嘅内容其实教唔到你喺呢个时代点生存啊。嗰本嘢其实我谂我出嚟真系摆图书馆嘅啫。咁但系你自己摸到个套路咧，佢而家佢就系讲到明。佢要定佢範圍嘅一個層次出嚟，而你喺呢個層次入面咧，你可以分明咁做一啲事情，而嗰啲事情咧，佢又俾咗個 agenda，俾咗個範圍你，佢覺得你係合理同埋你可以做嘅。咁而當中啊，你好簡單，你見到啊嗰啲咧，譬如嗰啲嘅所謂啊藍絲啊愛國者啊，嗰啲人本身冇錢喎，佢喺街度咧打啲僆仔啊。点样去做咧？佢最尾轻判啊！之前点解？因为嗰啲人咧，其实佢真系冇钱，佢真系为咗佢嗰一股嘅死沉沉嘅所谓爱国嘅情绪咁样做咧。咁佢咪哦算啦，我都费事为难你咁多。哦，原来背后唔系。当你将下爱国啊，当你将呢啲嘢变成一盘生意嘅时候啊，咁你又要小心啲啊。即系以往你行得通嘅，甚至乎你要攞经费啊，攞啲好嘅嘢咧。以往你做啲低级嘢出嚟咧。都批嘅，批俾你咯。咁而家可能咧，佢就即系你做出嚟，你真系咧都要好睇啲，要有啲实际功效摆得上台面嘅，就唔系嗰一种攞住经费，跟住咧喺度不停唱住话自己爱国，跟住做啲好低等嘅事啊，甚至乎啊，好似之前嗰啲殴打市民啊嗰啲，喂呢啲嘢天理不容啊嘛。其实喺是非对错面前，政治排第二嘅咋。如果政治排第一，所有事。是非对错，基本人性你都唔讲咧。坦白讲一句，呢个问题，呢个国家玩完，呢个社会玩完。你身处喺呢个地方咧，楼价好似琴日有听众留言，会唔会打仗啊？太古城跌到20万一层，太古城跌到20万、30万一层嘅时候，你都唔好买啦，随时都濑嘢啦，一个炸弹炸落嚟系嘛？太咩古城啊，系嘛？俾你住喺几靓嘅楼，你根本都唔敢留喺度啊，即系。有时咧，大家要了解清楚新时代嘅爱国系点样一回事。旧有嗰一种啊，随时件衫啊着住 I love China，我爱中国，系咪啊？心口整个吊嘴，唔好谂错喎，唔系嗰啲泰国佛牌喎，吊住啊最伟大的人个样喺度，系咪啊？跟住书房有供奉咧，毛主席个胸像隔篱啊，全部书新时代思想啊，枝江新语啊，全部著作系边个啊？最伟大的习近平咁样。喂，以往呢擦鞋咧，去攞经费咧，其实唔难噶。甚至乎你话睇大陆，你拍套戏，专系唱好啊，呢、这个中联办嘅点样点样，原来自破咗一个阴谋点样。有啲嘢咧，以往行得通啊，而家系行唔通啊。咁所以咧吓，即系都系咁讲啦。我哋个节目如果有一啲爱国分子听嘅，咁都要谂下咯。即系新时代之下点去爱国咯。咁第二，基本上咧，咁港澳办咧升级之后咧，
你就唔使用以往嗰種心態啊，喂，我去同啲港澳辦嘅官員去打交道啊，跟住咧大家齊煙飯炮點樣點樣，即係正如而家，如果你同嗰啲銀行行長齊煙飯炮咧，你都好難攞到貸款嘅，根本批唔到俾你。個原因點解啊？銀行冇錢咯。第二，監管到咁實嘅時候，佢邊喐到啫？佢唔係唔想收你件禮啊，但係佢收咗之後要做嘢，佢覺得自己做唔到噶嘛。跟住其實都係大家都衡量一個問題啊。莫論銀行個行長一個官員，或者我哋普羅大眾都要諗，你係咪長期喺度生活咯？如果你係落定咗決心，喂，我屋企人喺曬度，我成個圈子喺曬度，甚至乎我係走唔到去其他地方，去唔到外國嘅，咁你就要諗點樣適合呢個新時代咯。咁啊嗱，今次咧都同大家講埋第二個話題啦。咁其實今日新鮮滾熱辣噶，咁我朝頭早咧即係睇到消息嘅。咁而家咧嗱，早排我哋講過啦，阿李嘉誠啊，係咪先？香港李嘉誠天王級，李嘉誠成哥嘅寶貝兒子阿巨哥嚇，阿李澤巨，早排冇得做呢個全國人大喎、政協喎嗰啲，咁跟住啊，俾人剝奪咗資格啦，點樣點樣？其實唔係剝奪嘅，佢即係俾個下台階啦。佢自己話自己唔做啊，做咗咁多年咁。咁其實呢樣嘢咧，阿爺督噶嘛。他話你有咪有咯？佢話今年你冇，你咪冇咯，呆咗屙咗嘴，你冇得意義啊嘛！即係你冇得打個電話俾最壞的人。喂，我老大李嘉誠喎，係咪要俾個面我？冇噶啦，而家呢個時代你唔同以前，可能江澤民時代，可能胡錦濤時代，喂，你都打個電話上去，啊 OK 嚇、啊，好好好，有啲誤會啫，轉頭幫你搞掂，係嘛？即係嗰陣時，其實咧大家要清楚。呢班嘅商家佬咧，喺以前嘅重要性咧，佢哋要透過你揾更加多嘅錢啊，佢哋為咗搲人啊，係嘛？咁所以以往嘅，譬如你入咗去做一啲嘅即高薪厚職位啦，或者你話做到一個地方嘅叫做重要嘅階層啦，你可以揾到係一世揾唔到嘅錢啊，甚至乎可能你個仔、你個孫原先都揾唔到嘅錢，加埋你可以喺短時間內揾到，跟住去到後屘掉曬錢走啊！啲仔女啊、孫啊出曬去啦，去到俾人打靶啦，要捉嘅時候，得我留喺度坐睇咪坐咯，係嘛？我死咗，我攬住幾百億身家，乜都抵啦咁樣。但係而家冇噶咯，係冇咁嘅空間俾你揾咁多錢啊。所以咧，剩低嗰堆人嘅，你顯面伸到呢個利益咧，即係舊有嗰班嚇、即係叫香港嘅知名嘅商家啦。喂，你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為國家帶嚟龐大利益啊？喺國際上啊，為國家帶嚟一啲跨國性嘅合作，從而。是有一個咧，即係叫層面上嘅提升啊，幫國家入去一啲什麼國際上嘅認可啊，都唔得。咁而即係去打仗、台戰爭嚇、又好，或者你見到嗰種對外國嘅即係叫關係交互啊，乜嘢都好，民粹意識啊，你控制唔到啊，你做生意嘅啫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無論係好似我哋呢一般嚇嘅貧富大眾，以至去到呢啲商家佬咧。你基本上都面對頭一個問題啦，走定係留低？留低要點樣生存落去？走要諗點樣走？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好清楚嘅。向來每一次咧，即係你見到香港出現一啲大事件、大嘅變動，好多人走咧，都係面對翻頭一個問題嘅。咁你即係其實一直以嚟最辛苦、最痛苦嘅，當然係我哋呢啲啦，即係冇權冇勢。冇話事權，冇任何影響力，喺度仲要諗辦法點樣迎合呢個時代生存嘅一批嘅市民啦。咁其實你見到今日，喂阿李 Sir 啊，係咪特首喎？喂，而家新嗰個顧問團籌組嗰度，喂，其實嗱，你見到呢樣嘢咧，佢開始咧係做一個叫派糖嘅動作。咁但係佢派糖咧，佢就唔係由阿爺派，就係叫做話咧，佢而家就好似曹師我所講啦，喂佢。委任翻啦嚇，幾十個嘅顧問團嘅成員啦，跟住你要發覺李澤鉅、唐英年，喂大家上翻榜啊！咁但係而家就話俾你知，嗱我唔係唔重視你，唔係唔聽你聲音啊，但係你係屬於地方層面嘅，你屬於特區層面嘅，你就唔同以前啦。以前咧，喂你係可以咧係上到國家領導人嘅層面，你係影響到一啲國家喺廣東省啊其他地方嘅管理方針啊。決策方向啊，而家唔得，我而家唔需要你參加呢個層面，你落翻地方啦，跟住你要去影響嘅，你影響你當地地方香港咯，嚇、你去同特首傾啦。其實成件事咧就係我頭先講到杯酒釋兵權計劃嚟嘅，
你睇得好清楚噶，降低國務院嘅獨立性，掌握全面掌控，跟住去到喺地方上，令到香港作為呢個二次甚至乎真正嘅回歸，跟住對地方嘅權貴進行降維打擊啊！降維打擊呢個字咧，就係嚟自一本好出名啊，中國近代嘅一個嘅科幻小説啊，叫《三體》啊。咁有機會啊，神秘學節目即係同大家講講啦。咁啊，記得支持我哋台嘅神秘學節目啦。啊 ，Cat 姐啦，咁之後走啦，兄弟啦 ，Andy Jackie 啦，跟住佢哋有一個神秘學節目。咁咧就係講啲即係而家嘅一啲，譬如講緊疫苗啊，一啲嘅國際陰謀論嘅嘢啦，比較深啲嘅。咁但係都我相信我哋聽眾係有質素嘅，係有好多聽眾咧係中意啲咁深奧嘅東西嘅。好，另外第二樣啦，就係阿 T 小姐啦，咁就係廣州 T 小姐，咁同埋咧阿文俊叔叔嘅一個簡單啲，亦都咧係富有呢個咧係叫做大眾色彩嘅神秘學節目。例如咧呢兩日大家睇到話啊，講呢個恐龍啊。在現代其實恐龍住曬喺中美㗎，喺邊個地方揾到恐龍啊？點樣點樣？咁啊趣味性高少少嘅，咁啊亦都係啦，即係以一個小朋友去講個故事嘅形式啊，俾呢個叔叔聽，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睇下我哋兩個神秘學節目啦。咁另外好多謝啦，我哋嘅好有心嘅幫忙嘅朋友啦 ，Ken 哥啦，咁啊出任我哋二台嘅工作人員啦、管理員啦，咁啊幫我哋係做呢個打機直播啦。咁其他嘅嘢咧，咁我遲少少啦，我做好我現實生活嘅鋪墊咧，我會再過香港，我會再去火之神，我會再同我哋台嘅主持啊，大家去傾下，跟住去再次再同一啲啊嘅聽眾咧去交流去傾偈嘅咁。正如好多聽眾係俾信息，哎呀，上次好可惜啊！你嚟嘅時候咧，唔係星期六日啊，跟住咧出唔到嚟，食唔到你支雪糕，點樣？下次一齊飲酒食雪糕，哎，可以冇問題嘅。咁啊，基本上我嚟親都會住喺火之神噶啦。咁啊，講開雪糕啦，我上次去香港咧，我都派咗，應該派咗差唔多五十支雪糕出去，都幾勁啊，其實啊。咁啊，下次希望啦，下次再見大家可以派到一百支啊。咁啊，即係可以俾同更加多嘅聽眾係，即係叫做可以即係面對面啊，親自交流啊，聽下大家意見啦。好啦，咁啊，翻嚟先。咁其實而家咧，你見到咧，佢成個佈局咧，佢對嗰班香港權貴咧，其實而家咧杯酒釋兵權之下咧，你見到入面，喂佢梗係啊，喂會有好多嘅勁人喺度啦，好蘭桂坊之父啦，盛志文啦，係嘛？跟住另外啦，你見到啦，吳光正啦，咁你見到科大校長啦，你見到話好多啲人喎，係嘛？咁阿唐英年啊、唐唐啊咁樣啊，其實咧，而家咧佢都基本上講到明噶。佢話呢個諮詢組織咧係高層次嘅，跟住咧係講咧呢個咧啊發展方向啦、復常嘅路啊。嗱，其實個背後係話俾你知乜嘢咧？背後就係而家諗辦法要重整香港金融同埋國際形象嗰個關卡。因為我哋琴日講咗啦，你而家如果你人民幣同美金嗰個情況，你嚟緊隨住局勢越嚟緊張，你去到港紙一脱歐嘅時候，你大家閂門，香港唔再香港，咁你對外係唔再有窗口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咧係連一個深圳咧，或者咁講一個廣州都不如嘅，的而且確嘅喎。其實香港價值係乜嘢？咪就係佢嘅獨立性咯，咪就係佢國際性咯。所以佢而家就係諗辦法要恢復呢樣嘢。咁但係你話恢復咧，佢又做唔到嗰種。得好似譬如你啊外國咁樣，你一啲啊，譬如話英屬嘅小國，哦你自己獨立行政啦，點樣點樣，我掛個名啦嚇，阿英女王係你嘅皇帝啦，或者而家啦英女王嘅仔啦，係咪齊斯啦，佢係你皇帝啦咁樣，咁跟住咧嚇其他行政嗰啲獨立嘅，又係總督啦，即係好似以前港督咁嘅制度，或者啊整個總理啦，或者點啦，總之唔叫總統啦，咁啊你做營運啦 ，COO 啦，跟住咧我永遠都係 CEO， 跟住出到嚟咧。大家保留住掛個名咧就得噶啦，咁樣佢做唔出喎，佢又要咧嗰個地方咧係所有嘅嘢咧裏裏外外咧佢知道曬，佢反轉你咧就反轉你，佢係一個權力欲大到咁嘅人，但係你唔可以怪佢嘅。呢個世界有邊個人搞政治係冇呢種權力欲嘅咧？係咪向來咁多年嚟都有噶啦？咁問題即係如果你冇嗰呢種權力欲嘅人咧，就唔會搞政治嘅，即係好簡單噶啦，台長咁。啊！我咁樣，唉，點會搞政治啊？都冇呢個控制欲嘅，係咪？咁但係你話啊，唔係喎，即係而家咁嘅情況，咁點啊？佢就叫做話咧，佢明知道自己咧係一個咁有控制欲嘅人咧，
他就叫回即是李家超特首，你现在做两件事，第一你铺垫回香港国际形象，所以你看到喂，即是现在即是中国令到你沙地和伊朗啊那种的所谓最即重大超重大外交胜利，其实我就不觉得是胜利的，但是你的国际形象上面是不是重大的一个、叫做外交上的成就呢？我觉得是成就，但是不是胜利，因为其实这两个国家没有因为你在中间划船呢而变到呢真是两个friend翻的，即叫做说又没有偈倾变到、啊、好了可以倾下偈啦，可以是大家呢有一些表面上 的融合啦，这样那算不算很重大呢？未算，你直至去到如果你可以令到两个国家呢去到由世仇呢变到是大家是真的揸晒爬呢，跟住可以是真正地融合呢，咁呢个就最巨大外交胜利，呢个是胜利而唔係成就。咁好啦，咁讲返呢，其实你见到啦，佢穿嘅时候呢之前呢喂都系特首会穿㗎嘛，咁当时大家觉得喂好唔搭吧，係咪去同呢傾咁有咩状呢，咁琴日节目同大家讲咗㗎啦，因为而家要文友啊，咁所以就要去做，咁所以香港呢嚟緊喺个新时代之下呢，除咗好似以往喺个特区角色系一个金融嘅中心，是一个金融角色之后呢就是去做这些他不方便直接出面，但是叫特区无论是香港和澳门你们用特区的身份出去串了先，做了前期工作跟着拉回来了，我们再打最重的枪下去，我们就由我们国家级的外交部怎么怎么去埋了件事，如果埋不到尾开头你去打这一枪的时候都不顺利，我们就不行，你睇得到嘅，所以其實香港咧係已經慢慢咧，佢成個角度、成個形象係轉變咗，同埋佢想香港點咧，其實佢講得好清楚。所以嗱，而家咧基本上總結翻，你見到今日嘅情況三樣嘢：第一，你地方上既有嘅權貴、以往嘅貴族、以往嘅一啲話到事嘅人，你哋而家安分守己，喺翻自己地方幫手搞經濟算啦。跟住另外第二樣嘢。希望你哋唔好走啦，你哋唔好全部走晒啦，都仍然系叫做大家系攞一个共识个平衡嚟到去咧，叫做将你呢个特区咧吓嘅分翻好两个责任，经济同埋实质管治。实质管治啊，系隔我直接去管治噶啦，就唔使你搞噶啦，你就净系搞经济啦。咁你话成件事，喂系咪有啲荒谬咧？咁样其实有一啲嘅情况咧。都是咁嘅，即係正如你英國，就算你叫 law 叫到領主都好，咁你嗰班人其實又未必個個都有商界背景嘅。咁以往嚟計，喂，商家佬同政治嘅千絲萬縷，你莫講話而家啦，民國時代甚至推前啲啊，清朝啊，甚至再早啲啊，都有嘅呢樣嘢。咁永遠就係一個微妙嘅平衡嘅，你好難去定一條明確界線俾佢。呢、這個就係其實向來中國五千年嚟嘅特色啦。这个世界向来都是三样嘢，男人要咩啊？追求嘅，第一就是一个稳定好嘅家庭啦。所以其实你如果每个人你结咗婚有小朋友嘅，你都好成功噶。呢样嘢起码你成功过我先啦，系咪？我呢样嘢我做唔到啊。第二样有事业啊嘛，有事业跟住点啊？有权有势有权力啊嘛。即系嗱呢啲嘢咧系唔会变嘅铁的定律。究竟喺新时代下？佢咁樣夾硬去分翻開佢，你迎唔迎合到呢？咁呢樣嘢我諗大家要留一留啦。同埋而家嘅情況咧，基本上咧個層次更加分明嘅。以往嗰一種咧，啊大家個家庭啊，大家自己人你點樣點，嗰一種佢而家一定唔係咁行噶。基本上而家就好似即係以前啦、啊，蒙古時代啦、啊，分咗啊幾等人啦、啊，跟住啊哦最上等啊咩人咩人，跟漢人排第幾，而家係有一個近似咁嘅情況嘅。所以咧。即大家佢話咗俾你知咧，咁啊睇自己程度咯。如果你覺得、哦、我本身係蒙古人嚟嘅，我係點樣嘅，咁你咪去爬去做蒙古人咯。咁當然爬到一回事啦。咁如果你覺得我唔係，我淨係做翻我漢人嗰個範疇嘅嘢啊，我淨係做翻我呢兩個特區嘅範疇嘅嘢，咁理論上咧佢就即係唔會話立亂搞你嘅。即我諗佢定得呢 agenda 咧，佢唔立亂搞你。其次佢就係最想嗱呢一句係重點嚟嘅。他就是想中聯辦這些部門和你這些地方勢力是有一條界線在這裡，不要走得太慢。以往那一種喂，行了，來到打招呼，開頭吃個早餐，之後變成齊飯炮，
嗰種文化咧，佢就唔想有。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即係正如你喺出面做好多傷天害理嘅事，但係你會對啲人啊，嗰啲人你見到，佢會對自己嘅子女、自己嘅屋企人啦，哇有個大佬比出面嗰啲嚇聖人仲更加嚴嘅家規喎。即係呢個世界就咁荒謬噶。喂，我一路做壞人，但係我希望我啲仔女嚇、啊，喂唔係醫生啊律師，跟住希望佢哋做個好人，造福社會。呢、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咁啊，今次咧其實即係我哋聊都差唔多啦。咁啊如果嗰個聲音咧唔好咧，咁就麻煩大家見諒一下。咁亦都係好多謝啦，好多謝阿 D Jackie 啦、T 小姐啦，我哋嘅台嘅，譬如其他嘅主持啦，咁啊大頭仔啊嗰啲啦，咁亦都即係好多謝咁多位聽眾，仍然係不離不棄，亦都係留言，亦都係對我哋好支持啦，好開心嘅，同埋好。好開心，我哋就算面對難關咧，都有一啲新嘅發展，即係都會啊，聽眾，阿 Ken 哥整個打機直播好唔好啊？好啊，求之不得啦！我都想做啊，但係我連打遊戲機嘅時間都冇啊。咁啊，希望啦，即係我一啲嘅鋪墊啲計劃啦，有時會影啲花絮啦，擺二台啦，希望大家即係都有時間嘅睇下咯。咁啊，可以睇下文俊平時啊過嘅生活啊，即係啊夜晚通常啊，其實尤其夜晚啦。咁斯洛文俊就係咩？基本上都固定噶啦，飲酒、食雪茄咯，出去周圍喺街度及女啊，出去啊過一啲即叫做令自己覺得好開心嘅生活咯，係咁噶啦。咁如果一個人你每日都花咁多時間工作，你唔放鬆下嘅，有好難嘅，係咪先啊？即係我唔係聖人嚟噶嘛。咁啊呢段時間咧都好慘啊，即係少咗睇書嘅機會，因為我上年其實。我有好多嘅時間咧，除咗做節目咧，我處理一啲手尾，又要等即係叫做一啲嘅部門啦，一啲嘅人啦，配合下銀行啊嗰啲。有時真係處於一個白等嘅時間。做完節目之後咧，冇嘢做咁點睇書咯、啊。所以嗰陣時咧嚇，好多字睇唔識啊，又問台長啊，這個字點解啊？這個英文點解啊？嗰段時間。嗰段時間其實都好開心，睇咗好多書。咁啊，另外即係嗰段時間啦，擺好心機落去寫作上面啦。所以，譬如大家有一段時間見到，哇！即係我寫啲報紙文章咧，入面嘅內容好似研究咗好耐，好深入喎。啊，而家睇到嗰啲，喂，有啲好膚淺喎、啊、你，即係有啲啊睇咗我哋十年八年嘅聽嘅讀者咧睇得出嘅。咁跟住，但係都堅持一樣嘢啦，冇代筆嘅。我覺得我做報紙冇去請代筆嘅。咁不過呢段時間咧。譬如見到我寫電影評論啦，嗰啲少咗好多，因為我冇時間睇電影啊嘛。即係最近咁其實我睇嚟睇去最中意睇邊套咧？這個The Last of Us 最後生還者呢套咧，真係推介俾大家，即係拍得好好啊！嗰、那個遊戲機改編真係好好。咁另外即係最近啦，大家都等緊啦，新快機啦嘅即係叫重新推出啦。咁我亦都係即係希望啦，我哋嘅 Ken 哥啦。我哋呢位新進嘅，即係我哋二台嘅管理員啦，可以即係到時做啲打機直播啦。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可能唔係年輕嘅一群，我哋唔係十幾廿二十歲，我哋入面我哋成個團隊最後生就 IT Jackie， 咁但係佢都已經有佢嘅家庭啦，有佢嘅即係好可愛嘅小朋友啦。思想都唔成熟噶啦 ，IT Jackie 嘅思想我谂都唔成熟啊！个人成个人后生啫，但系佢个人系即系个思想系即系都老嘢嚟噶。我先讲咗系，个思想系唔后生噶啦。咁啊，我哋有时未必做啲好即系好 help 半落 carful 啊嗰种效果啊。咁但系即系我希望啦，都系可以即系大家睇啊睇得自然啲啦。好似同朋友傾偈啦，聽我哋做神秘學節目嘅係好似聽到朋友屋企人咁樣。咁其實我想講，有聽眾話有時我會稱呼啲主持做小朋友咁啊。其實小朋友咧唔係話睇唔起佢哋，其實係一種愛嚟。即係其實如果熟我人知道，其實我係好重視我哋嘅小朋友，好重視我哋年輕嘅一啲朋友仔，就算佢幾歲又好，十幾歲又好。或者我譬如同我哋合作主持，好似 Jackie 啊、T 小姐啊，好后生嘅啫嘛。咁其实倒翻转，我系好着重呢啲嘅年轻人，因为我哋嘅未来咧系属于佢哋。我哋下次翻嚟。
開始。好，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咁咧，分有即係比較得嚟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呢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呢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